魏老师，主席，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晚上好。我是叶三明师兄，我是亚臂矫正站的义工。我是在2013年才加入了这个长生学院的大家庭。今天很高兴，终于上了高级班的这个课程。在这里呢，我非常感谢魏老师呢，他百忙中亲自来为我们主持这一次的机会谢谢魏老师。当我第一次刚刚学习这个长生穴的时候，我对长生穴就有很多的好奇心。我每次都在想长生穴的奥秘在哪里，我就是很想去知道更多有关这个长生穴的这个奥秘，所以呢，我依然就加入了这个义工的行列。在这个做义工的里面呢，我除了来这个调整站，也曾经到过医院去做调整。在这个2年来，也自己亲眼看见证过很多的一种案例，很多那个病例呢，就是在经过这个调整在的帮助之下呢，很多不可能的都变成可能，这就是长生穴，那么。像我这个案例这个例子当中呢，最令我难忘的就是去年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去医院做调整的经历，我现在就把这个见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清楚记得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去年的3月13号。3月13号，这离今年，离今年已经是一年多的时间。当时呢，就是有来自古大三姐妹。那么这三姐妹呢，她们自己是住在这个亚庇，就在古刹里面。她父母亲就是在古大开店的，开茶店。那么就是在这个3月13号这一天呢，老二突然头很痛，就昏了过去。昏了过去呢，他的姐姐跟妹妹呢，就马上把他送去医院。那么没有想到呢，送到半路的时候呢，他停止了呼吸，没有呼吸了。那我们没有呼吸怎么办？他们还是把他送去医院。那么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就很自然就把他急救，就是拿那个电锯来跟他急救。急救了几次都没有反应，那医生也就跟他讲了，这是最后一次，再没有反应我就帮不到你了，已经是最后一剂了，用那个电锯。但是没有想到呢，可能是老天爷这边眷顾他，这一最后一句他竟感觉有了反应，有了生命的迹象。那么就是讲在3月13号这天他送到医院，当时我们不知道，还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我们一直到4月2号他在那个3月13号到4月1号，就差不多有3个礼拜的时间在医院了。当时呢，那个医院组的那个组长，那陈师兄，他就打电话给另外一位师兄吴师兄。不过很遗憾，吴师兄在过年前往生了。不过怎样都好，我在这里呢。还是很感谢他过去跟他的合作，还有他
他一路来给我的指教，啊，也许今天晚上他在家的时候也会来这边跟我们在一起，啊。那么这个吴师兄呢，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就叫我跟他一起去，他说晚上那边我们去医院，因为我们只是晚上可以去啊，因为白天的时候我们各有各的忙，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去。那么去到找到那个床位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他的妈妈跟他的姐姐在那边看他，啊，我们就看到他妈妈那个很茫然啊，只是就看着他女儿躺在那边一动也不动。那么我们去到时候就跟他讲，我是长生些的，啊，希望能够帮助他，能够帮到他。他有跟我们讲，他说啊，长生些了，有啊，有人来过啊。啊，我讲这是谁？他这里有两三组曾经来过，不过都是调了一次两次就走了，那没有人走了，已经有两个礼拜多都没有人去帮他调了，只是他自己留在那边呀，那个他女儿动也不动，很可怜，看到21岁啊，动也不动，他妈妈也很伤心。那么我就跟他这个了解一下，我就问他什么情形，他就跟我说他这个女儿呢，根据医生说他是这个后脑的大血管爆了啊，所以很危急，医生就跟他讲要有心理准备啊，已经3个礼拜了，他妈妈跟我说一动也不动，手脚眼睛哪里都一动也不动，就是静静的睡在那边，所以他妈妈也看到很伤心。那么我们就跟他讲，我们来试试看有什么办法，我们尽量可以帮他一下，看能够不能帮到他，他也没有反对。那么他还跟我们说，他的女儿从那个半路没有呼吸，到医生急救他醒过来，有那个呼吸有声音迹象的时候啊，前后我也给他吓了一跳，他说有40分钟那么久，一讲他已断气了40分钟，我就想到我们也不敢想象了，因为这样的情形40分钟，我一想40分钟一个人的脑缺氧40分钟，就算活过来，结果会怎样？也可能是植物的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当时我们在心里，我们没有讲，我们只是自己有这样的想法，哎。那么那天晚上，我就跟那个另外一位师兄，就吴师兄来一起，我们就准备跟他做调整。我们就走到床头，就想准备调他头。因为我们一看的时候，看到他躺在那边的时候，满身都是管，头也插管，鼻子也插管，这边也开一个洞插管，手都打点滴，又有另外一家是那个机器是专门测试他的那个心跳的，那么我们要进去都很难，线也这样多，机器也这样多，不过我们两个还是进去跟他做调整，但是没有想到我们进去的时候呢，不得了，很臭，发出那种很好像尸臭那么臭，臭到我们两个又不好意思走出来，只是把鼻子向上天花板，啊，两个手就带到头里面调整，调整了大概有不到10分钟。他有反应，他的反应就是那个痰啊，在他喉咙啊，射得很厉害，发出那个很恐怖的声音，好像要断气一样。我就跟另外一师兄说：“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们要停下来看了。”他妈妈就一直在那边跟他把那个痰吸干净，我们一直在那边看一下，不得了，很恐怖。为什么？他吸一口气进去。很久都没有听到那个气呼出来，我回去那边看看，他听到噗的一声，那
啊，我们才再看那个什么，那个血，那量血压那个仪器啊，那个心跳啊，飞到160，哇，很恐怖。我也为他担心，脚都抬起来，因为怕他马上就停掉的啊。那么那天晚上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，收工。我就跟另外师兄就到茶店了，我们就商量下一步怎样跑啊。但是因为我们实在看到实在是太可怜，就在那边睡在那边，眼睛打眼睛开住，嘴巴开住啊，很可怜啊。我就跟那个另外师兄，我们就看到这种情形啊，我们自己也是觉得也巴巴，对不对啊？看到这样子一个女儿就在那边，我们心良心也很不舒服，对啊。还有啊，当时我去看的时候啊，还发现他的右眼啊已经是盲掉了，摆掉全整个眼睛都摆完了啊。因为有时常我们看到人家的眼睛盲掉，眼睛就整个摆掉了，对，他的情形是这样摆掉了。我们就讲了，哎呀，如果是心想啊，如果是把他揪到了，他会盲掉眼睛的啊。那我不要紧啊，我在那天晚上我就跟那个护士就我们就一起讨论，我看怎样下一步怎样跑。结果呢，我们就接着我们这两个就讲，因为他既然到这个这么严重的地步，医生都差不多把他判死刑了，那么我们就讲啊，我们不要紧，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帮他啊，能够帮到他就看他又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。哎啊，我们一想到如果说他这么严重了，他们的家亲戚每一个都是讲有那种好像有那种心理准备一样，万一我们调的时候中间出现什么状况，我们也没有这样后悔啊。结果第二天呢，我们就两个又到回去，到回去这一次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就带遍那个口罩，带遍西风油，先不敢穿得再去了啊，因为第一次知道什么味道了，对。那么很奇怪，我们一进去，因为昨天已经跟他父妈妈看的啊谈过了，他今天看到我们来，他跟我们点点头，我们跟他讲，我们要现在跟他聊了。他妈妈讲可以啊，我们就去，那个味道。那个昨天那个很臭的味道呢，今天剩下一点点味道，哦，我们也没有戴口罩，只是拿气功油鼻子刷一下这样子，啊，我们就这样一直跟他聊，但是很辛苦，因为在那边呢，那医院那边是那个床啊，那病床很多，那个它不是一个单人房，我们呢那仪器这样多又这样窄，我们只是站着弯住腰。因为看这样子啊，我们不能够说祈祷跟他跳5分钟、20分钟就走掉嘛，对。所以我们就尽量就是把它调久一点。所以我们就那个腰骨就弯，弯腰这样，自己也搞到满身都酸痛啊。调一直在调，但是还是调了以后啊，他虽然是说有像昨天这样有那个痰湿住什么的，但是没有这样严重啊。他妈妈，我们就跟他妈妈讲，如果你听到有事了，你别。我们就一直跟他聊，但是呢，今天我们因为昨天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所以今天来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要改变，我们连调法我们也改变了啊，就好像说把那个什么死马当活马医一样啊，这次跟他过一过啊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一去的时候，我就跟那个师兄就先。